去年亚运会是冠军啊，这次又参加奥运会了，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？就是感觉人很多很多，比上次多很多，然后就感觉氛围特别好，就是成功了之后，就所有人都欢呼，感觉你听到他们给你欢呼，心里是什么感受？很开心，然后也